但系再浮现翻嘅时候咧，因为当时我最深刻噶啦，所以变咗浮现翻嘅时候咧，先至醒起，咦，嗰度咪就系最出名嘅狮子山啊！即系嗰刻我先至醒起，哇，原来今年呢件事件对比翻当年，就好似突然间我对我嘅过去咧有个重新嘅认识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个出身啊，我哋背景啊，每一样都系神安排噶嘛。其实当每一件嘅碎件一出现嘅时候，就好似今次我哋由一月开始分享呢个信息，而即系唔系话刻意一月我哋知道有呢啲发生嘢，总之神感动啦，照分享咁样啦。但系问题发展到而家嘅时候咧，其实好明显而家喺外界所发生嘅事咧，其实系将要成为另一件拼图咧，系会拼出一个我哋更加意想不到嘅图片。起码今次发生呢一件事，导致到我突然间咧，对于我过去有另一个嘅层次嘅认识嘅，即系原来我的背景，我的过去系一件咁特别嘅事件，系楞起出嚟嘅。而事实上呢啲嘅事件，呢啲嘅拼图咧，即系喺过去我哋过去几年里面都见未停过啦吓，即系唔单止几年未停过，个个礼拜都未停过啊，简直就系慢慢俾我哋理解我哋以前系一间小教会真正嘅意义。但系问题由小教会嘅真正意义，慢慢我哋理解咗我哋身份喺教会领袖或者系基督徒嘅真正意义。但系更加可怕，我哋发觉原来就算连香港存在，为着我哋都有一个真正嘅意义。咁但系我哋开始而家应该理解就成个人类历史啦、中国啦呢、这个城市同埋我哋所讲嘅过去香港形成嘅历史咧，对比咗圣殿咧，其实。亦有一个更大的意义，但神今次用这个狮子仔、狮子王、狮子山去作出这个对比，其实很明显是在我今年生日的时候，神提供另一件的 puzzle， 另一件拼图，而这个拼图是拼入去我们整体里面会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当然我相信在接下来几个月我们会更加知道，就好像09年我当时知的只是一小部分，我只知要讲2012信息，我冇谂到跟住十年里面嗰、那个大到根本系冇办法用言传啦。喺当时嚟讲吓，当时我唔系知道咁多嘢，但我只系知道一样，就系神带领我哋去行呢一步，同埋去话俾我哋听里面系有一啲嘢系神带领我哋去理解咗我哋自己嘅生命同埋我哋自己嘅价值嘅。我相信喺今次咧，喺呢件事里面咧，系呢个平台会让我哋耳目一新，再会睇到一个新嘅将来，一个新嘅。整全的故事呢，让我们对于石安、对于辛苦、对于圣殿和对于历史它将要的结束呢，有一个更崭新的认识的。所以变成在今次呢，即除了我做了日常的工作，就是看你们的 MV 啊，看完你们的留言啊，你们的感言啊，也在里面揀了一些歌啊，是想着是可以说是我生日歌的代表作啊，是会是来近呢呢段时间出到，好似上年嘅生日歌，啱啱先叫做系呢两三个月叫先正式出晒，即系嚟紧会系呢几个礼拜陆续出，又或者呢几个月陆续去将呢啲歌出。但系相对亦系喺呢段时间咧，最深刻咧知道神系俾咗另一个拼图我哋，而呢个拼图系好明显咧，绝对更加俾我哋知道发生喺香港而家呢啲动乱同我哋之间嘅关系系创世之先注定咗，即系我出生。同我哋嘅生日嘅意义同埋价值咧，已经系被注定咗，佢会有另一个意义，让我哋会喺呢段短时间里面见到神嘅心意。所以最尾，我想希望带领大家做一个祈祷，亦让我哋整间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凡愿意嘅都能够喺呢个整全计划当中咧，更加睇到自己嘅角色，揾到自己嘅位置，喺个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坚固嘅心脏。如我所讲咧，如果我哋有咁多共同信息。即系同以前嘅心情唔同啊，同十几廿年前完全唔同啊！见到嗰啲攻击我哋嗰啲人咧，我直情喺内心当中觉得佢哋，你做紧小丑啊！喺度根本，佢哋以为够恶啊，够大声啊，够缓慢啊，佢哋就系代表正义。但系问题我哋知道神嗰种印证已经俾我哋睇见啦，我哋嘅身份吓、即系呢一啲小丑咧，即系只好似昆虫咁啫嘛。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好明显神已经系将呢个身份同埋呢一个嘅印证咧。是更加庞大更加复杂的，让你知道更多关于神的形象、神的计划和我们在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所以变成我希望在今次这一年里面，我们更加即现在经过十年的2012信息，我们慢慢找到我们的角色，
但问题我相信今年里面呢会正暂身让我哋完全对于以前嘅我哋所认知嘅成个图片呢会有一个更加暂身嘅认识。而我亦希望呢每一位顶姊妹能够呢快跑嘅去跟从神所俾我哋呢个部分。所以喺呢度我想大家一齐低头，我为我哋喺神而家跟住嚟经嘅步伐呢作出呢个祷告。亲爱天父，我多谢你。神，我多谢你，就是说神你创造了生命。生命是有很多无穷的需要，有无穷的要面对的东西，但是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你已经给了我们。并且神你将这份宝贵的带领是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共同经历。神啊，你不单止给我们每个人有个人的带领，但是有一个意想不到这么伟大的群体带领是我们想象到。佢伟大到就好似当年神你去创造圣殿喺呢个地球历史上一样，然后并且成个地球历史嘅拉线都指向呢个圣殿。但今日我哋亲眼见到，我哋呢个群体就系神你所要铸造嘅圣殿，而并且当我哋每一次见到每一个新嘅拼图，会见到我哋自己嘅角色，使到我哋理解咗我哋自己嘅身份嘅时候，就更令我哋震撼，更令我哋惊讶。神啊，再让我们懂得去感恩，让我们懂得去跟从，让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懂得将我们这个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再次挺直，让我们在这个勤奋和锻炼当中，让我们是能够成长。没错，我们知道我们的殷勤是要付代价，我们的跟从我们要付代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了解了我们现在身处的光景，所有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神啊，你是那位亲自让我们理解过我们这几十年的跟从你，每一日每一个礼拜都值得。因为神你的眼目真的没有离开过我们，并且根本是我们都未开始有自我意识之前，你已经拣选了我们，预备了我们要走的路。神在来紧今年里面，我们知道有更大更难的事放在你眼前，让我们在世人的见证底下，我们完成这些人们认为没可能的事迹，去带起神你所讲的历代历世以来所等候的兴起发光。神啊，就让在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石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神你的保护，在神你的荫庇底下，让我们一起完成和担任了这个神在创世以先已经预备的这个完成了圣殿的这个角色，在这个时代当中去能够为神你兴起，为神你发光，而在举世的面前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榜样，一个真正的 model answer。 神，我求你我施下这些恩膏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让我们经历这些恩膏，这些能力，这些带领，这些安慰，让我们经历这些印证，让我们从此杜绝生命里面的骄傲，让我们全部同心的去投入同一个身体，就是石安教会里面，一起去见证你，佢一齐嘅喺呢个过程当中去成长，直至到佢能够由宾客都能够去尽心成为童女，由童女能够尽心去成为新妇，让我哋每一个喺呢段时间急起直追，让我哋喺最后呢一刹那冲刺嘅时候，我哋每一个都能够去达标，让我哋每一个都喺呢个标杆面前，我哋去努力去奔跑，让我哋能够带住你所俾我哋嘅最大嘅丰收、收割同埋果子去面见你。神，我哋多谢你。神啊，让你嘅恩膏、你嘅使者、你嘅天使继续去保护佢哋弟兄姊妹，你嘅圣灵继续去带领同埋指引佢哋，让你嘅声音喺佢哋嘅生命当中显伟大，让佢哋无论佢哋灵魂体喺呢个过程当中都要大大嘅兴盛，让佢哋所收嘅呢啲嘅百倍祝福快快嘅临到佢哋嘅生命当中，让佢能够再次杀出最大嘅这一啲嘅付出。神，我哋多谢你。喺今年我生日嘅时候，神，我再一次多谢你创造我，亦喺你授予生命俾我，亦让我有机会带领弟兄姊妹一起去跟随你嘅步伐，跟随你喺呢个时代所铸造嘅呢一个嘅里程碑。神，我哋同心合意，将所有一切嘅荣耀仲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祈求。最尾我哋一起鼓掌多谢神， Amen。 星晚空辉映，交织着耀眼光明，月夜半光明，
仿似述说着世间剧情，风晚间轻吹，安抚着人生悲痛心境。晚有宴揭时，神在每一天掌控本领。星千亿辉影借镜，还是接约定。星空变轨迹，与流经长夜变歌声。用我重唱赞叹主恩情，重赞主许圣徒设定。陈述了历世千百经历，曾遇到世界踏上最终光景，揭示了创世计划，如星默默尊敬。黄道里众星历世运转照应，重聚高声。